这狗哈，你这个脚，它不喜欢它吧？起码，它跟我那么小，很奇怪，它好像在变化，它不用散。亮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就是Poka， 在跟那个乌龟，就是观察它，然后又大喊大叫的。我突然感觉到 Poka 在讲什么，我觉得我应该用我人类的语言把它翻译一遍。Poka 对那个乌龟就说：“啊，你是啥？你是啥？你到底是啥？就是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啥？你怎么那么怪？”就是一种又很兴奋，然后又有一点害怕，然后又很感兴趣的感觉，就是那种你是啥那种很想把一件事情搞清楚的感觉。